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歌手周深，如期而遇，慢歌今夕，我想给你独有的浪漫，等你哦。现在脚下的这片人间就是最美的人间星河，希望我们永远有那一颗永远滚烫、永远轻盈的心，一起发光，相互辉映，去点亮更美的人间星河。昨天是一个非常浪漫的节日，也是中国的传统节日七夕节。昨晚的央视晚会也是阵容强大，而周深压轴出场，深情演绎《人间星河》，主题一下子就升华了。周深脚踏着《人间星河》的旋律，将这首歌曲娓娓道来。大气的伴奏，唯美的舞台，周深的歌声温柔缱绻，将美好生活娓娓道来。人间星河是一首动人心弦的歌曲，它让人们感受到了爱情的力量和美好。周深的歌声像是一颗闪亮的星星，指引着我们前行，带给我们勇气和希望。愿周深的歌声继续点亮人间星河，带给更多人温暖和感动。这个翻唱的就是我听到的第一首歌，然后去张口去学的。不知道为了什么，忧愁它围绕着我，我每天都在祈祷，快赶走爱的寂寞。哇！接下来说一说周深加盟舞台2023的相关话题。周深在舞台2023担任声乐老师，是为选手们在唱歌提供指导和帮助。看完加更版周深指导唱歌的一集，更爱他了。清唱示范《像云端》也太好听了。云端，山那边。挂鼻子去，你把它气不要吞那么多。我是舞台推荐人周深，大家好。今天我也会为他们的舞台感到有一点点可惜，因为我知道他们彩排的时候其实会更好，状态会更放松或者更自如。但是我觉得很多时候你去遇到一些错误，或者在舞台上你觉得自己的一些小错误，那个其实是你的宝藏，你不能够让他白白的去做了这个错误，你要让这个错误，要让他有错的价值。观众选手没有架子，只给建议，不强行要求。虽然身份是导师，但周深从头至尾没有任何居高临下的感觉，耐心听每位歌手的演唱，听出问题，笑脸给建议，但是否采纳完全取决于选手本人。周深把自己比作学长，说自己的阅历还没有那么多，只是跟学弟学妹们一起交流和碰撞，帮助到他们的同时，自己也成长了，非常棒的体验。对他们是满满的爱护，而不是摆资格，无理要求选手必须按照自己的来，更不会语气生硬，态度蛮横。十个舞台，20个歌手演唱，周深一直待在彩排棚里，工作强度有多大，甚至给选手开小灶，在练歌房里加班指导。这样善良耐心又情绪稳定的周深，怎么能让人不爱呢？他也才仅仅31岁呀。专业让选手充分信任，实实在在帮助到了他们。周深真的很专业，而且聪明，不仅能准确地抓住每位选手身上的问题，还能非常高效地给出改进的意见，但凡听取的都会有立竿见影的效果。一开始的吟唱啊，是我们周深老师建议他的。对，本来是没有的，本来是直接他们说哒哒哒哒哒哒，但是周深老师就提议说，可能这样直接唱的话，大家会觉得好像没有什么铺垫。对，因为现在我觉得这样进来会有点拖。
突然。你如果自己就哼一个 intro 呢，就在前面他给你个 key。我觉得这样你的 intro 会，你可以把观众拉进来。佩林那个歌其实是一个意外的惊喜，因为一开始以为不会觉得很适合。我自己通过想象的话，觉得佩林首先不是很理解这首歌，你可以再小小的唱一下吗？他们说要带着光驯服每一头怪兽。你这段话是唱给谁的呢？是唱给别人的，唱给自己的？别人。我自己的理解的话，就是唱给自己的。如果你把这段话去给别人说，会变成你的抱怨，会变成你的 complain。OK。就是啊，他们说要我这样这样，其实不太像。OK。因为孤勇者他是一个在你的心里面去较劲儿的一个人，然后又把歌词嘛，每一句都跟他去分析。就这个，我觉得就很硬。哒哒哒哒哒，不要，我宁愿你要简单的哒。对，我觉得现在会有点点冲。戴维泽和李佩林选的《孤勇者》，两个人在演唱上都有很大的问题，周深一眼就看出了问题，跟佩林交流了这首歌要表达的内核，还为他加了一段非常出彩的吟唱。佩林也很聪慧，一下子就 get 到了，再唱的时候明显好了很多。经过周深指导的戴维泽再唱《孤勇者》，完全脱胎换骨，现场所有的幕后人员都鼓掌祝贺称赞。在采访的时候，周深居然还说要对戴维泽说谢谢，愿意在这么一个有挑战性的舞台上接受自己的意见。咱就是说，要不要这么谦虚啊？周深的指导都非常的一针见血，而且经过调整后的效果明显更好了。周深用自己所学的尽力帮助每一位选手，还一直保持微笑和 nice，谁能不粉呢？你很 hold 住你的那个共鸣位，那就敢发怒了。意思就是叫你唱犬那个字，你不要圈，你圈，你不要圈，你要圈，圈圈，耶啊！对，就是也想要做森林奔跑的风犬。你这样就啊一下打。也想。放弃你中间的一些奔跑啊，奔跑，都很想带前面，我真的他自己就是自动挡，你让他带一下那个，他自动挡，不要，你就把他，你这个都最后两句，你其实越直接越肆意，你不能肆意，你还会检查东西有没有，你再往前奔跑了，哎呀，检查我的钥匙带没带，就很奇怪，你不能够那么的太多的东西拖在后面 ，OK， 也想要。我觉得这好一些，宽了一些 ，OK， 很明显的宽了一些。但是你不要，你的每个字不连。你现在是，你也想要做肆意奔跑的风，你是这样，把它连起来。你像你，如果你对着高山呐喊，你不可能一个字一个字的喊，你不能是我看不开心，一定是一口气的吗？我。我很开心，是这样的东西。所以你现在就是太有话对，你哇，